稍微把它分布一下。去压到最底部哈，打开，用慢一点的哈，因为它粉会比较容易，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飞溅的感觉。饼干拌均匀就好了哈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那个了。蔓越莓，还没切完呢。再拌一下。不要拌太久哈，怕会出筋。好，关掉。它有点颗粒了嘛，倒下去。拌均匀就可以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整形，结束。